让开！岳尊大人，你听我说，上回出逃是我的主意，林宝阁的东西也是我让他去偷的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怪他。让开！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。反正我都已经惹你不高兴了，你也不想再看到我，你要杀的话就杀我吧。 尊上，尊上，尊上，顺风殿下在牢中吵嚷，说要去祭拜仙月尊，属下特来请示尊上，把木雕烧了。 是。啊，接力，接力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这次去偷东西，可是你自己的主意。 可别又怪我连累你啊！我不认得。小兰花，我虽然已经活了几千岁了，也见识过很多人，但你是我在这三界之中见到的头号傻子。